佛经故事，叫做富流喇。他是讲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富流喇，他以宏法第一来见称于时的，因为他本人是很勇敢，所以得到这个这么好的名誉的。请各位收听啦。沙羊比丘，有什么事呢？佛陀，你有没有见到富流喇？今天未见过他。那昨天呢？昨天就有见过富流喇尊者的。昨天下午那阵，他在芭蕉林道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嘢。想嘢？嗯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想紧什么呀？佛陀，我不知道富流喇尊者想紧什么，不过我看出他有些心事。哦，沙羊，你怎知道富流喇有心事呢？佛陀，富流喇尊者近日经常沉思。哦，或者他是收集禅定呢？不是，因为他只是行来行去，好像有些事干要决定做不做那样，看起上来就已经知道他不是入禅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咁你知唔知佢有咩心事呢？沙羊，你唔怕讲啊？嗯，你嘅师兄弟有疑难，大家帮忙佢解决系应该嘅，你无需要为佢隐瞒啊。好啦，系咁嘅，佛陀，富流喇尊者详细嘅心事我就唔清楚啦，但系我知道佢想去斯卢罗国宏法。去斯奴罗国宏法，那笪地方没有文化，又没有佛教的，一片荒芜，好像野蛮部落那样，不是说那么易的。佛陀，富流喇尊者的人很有魄力的，我相信他会应付得来的。嗯，看看他怎样决定呢。啊，富流喇尊者正在走过来。啊，佛陀，你好吗？好，我好好。富流喇，你好吗？佛陀，我都好平安。你近日做啲乜嘢事呢？佛陀，我每日都做翻佛陀指导我嘅事，诵经啦、禅定啦、听佛陀讲道啦、化缘啦，仲有清洁功夫添。好，做得好好，你好用功。多谢佛陀，弟子都好谨慎用功噶啦。富流喇，今日你嚟见我，系咪有乜嘢事啊？佛陀，我系有少少事想向佛陀请教嘅。咁你讲咧？我希望去斯卢罗国宏法，请佛陀嚟准许我去啦。啊，我好欣赏你嘅志气，亦都鼓励你去宏法利生。不过站在你自己的立场来讲，你应该考虑清楚才好吧。佛陀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的了。富流喇，斯卢罗国是没有文化的地方，土地很贫瘠，人民的生活是很刻苦的。如果你去弘扬佛法，他们不会接受的。佛陀，我都想过的了，初时他们是不会接受的，但是我会忍耐，会等机会。啲人会闹你的噃，佛陀，啲人是会闹我的，但是他们只是用把口闹我啫，不会打我的。那如果啲人打你呢？嗯，你又会怎样啊？佛陀，如果啲人打我的，我会避开。就算是真的打我了，都是肉痛啫，冇相干的。我会容忍他们，我会宽恕他们的。嗯，那假如他们很残忍，绝不留情地打死你呢？佛陀，假如我被人打死，那我为佛法牺牲，死而无憾。富流喇，
你有信心，有魄力，真是宏法的人才。我都鼓励你去斯奴罗国宏法。不过，我想找多一个人陪你去，好不好呢？呢层当然好啦，但你啲咁嘅地方，有边个肯去啊？我肯去。哦，沙羊，你愿意去咩？系啊，佛陀，我愿意去。你准我去嘛？好。富流那，佛陀，沙羊肯同你一齐去斯奴罗国，你有乜嘢意见呢？佛陀，咁真系好到极啦！沙羊尊者，多谢你。外面有两个女子，他们想见你了。那他们有没有说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？他们说是富流拿尊者的家人，其中有一位是他母亲。嗯，带他们进来了。好。富流拿，你母亲知道你要去斯奴罗国宏法的事吗？佛陀，我自己没有跟他说过。嗯，富流拿，你母亲呢次嚟，可能同你去斯奴罗国宏法嘅事有关系嘅。啊，你想唔想见佢？佛陀，我暂时唔想见佢住啦，因为咁好啦，你翻入去里边先。哦，佛陀，富流那尊者嘅母亲嚟咗啦，叩见佛陀。你哋好嘛？多谢佛陀，我哋都好好。你哋咁远嚟，有乜嘢事呢？佛陀，我听见有人讲，我个仔富流拿要去好远嘅地方噃，系嘛？我同个女嚟探佢啫。系，佢系咁讲过。咁佢去咗未呀？未，佢仲喺度。我想见下佢。我个仔而家喺边度啊？富流拿头先仲喺度噶，梗系啱啱行开咗啦。唔知你揾佢有乜嘢事呢？我要揾我个仔唔关人事，我唔同意佢去啲咁荒僻嘅地方。斯奴罗国嗰啲人好野蛮，占识食人唔屙骨嗰类嚟嘅。系，嗰笪地方嘅人系几麻烦嘅。佛陀，你知就好啦。咁嘅地方，三宝人点可以去嘅？用咩意思、啊？母亲啊，你唔好俾佢去啊！嗯。但系富流拿立志要去嗰度宏法，我都讲过啲利害俾佢知噶啦。哦，咁即系话你都知道佢要去嗰度咯噃？系，佢同我提过下。吓、啊，咁你有冇应承佢准佢去啊？我好赞赏佢嘅行为。咩话？一个有胆识、有勇气嘅人。是值得奖励的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答应了给我的仔去斯奴罗国啊？施主，我是准他去。哎，我真的被你激死了，居然准他去这么危险的地方。富流拿在哪里？我不准他去。施主，你不要这么吵着，等我解释给你知道。一个人能够学道，有了心得修养，就应该去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，咁然后利己利人啊！佛陀，我个仔系我嘅心肝命定，佢要修道，我为咗满足佢嘅愿望，我都冇反对。但系而家佢有咩力量可以弘法啊？当然有啦，富流拿佢对三宝确立咗永不动摇嘅信仰。同时他心底仁厚慈祥，又有才干和智慧，他的辩才还更加好，对问题又有详细明白的解释，还有他好守戒律，品德一流，这些都是他可以担当宏法的条件。宏法利生的功德好大的，你做母亲的应该引以为荣啊。佛陀，富流拿真是有这样的本领？施主，
你放心啦，佢真系咁好嘅。哦，如果系咁，我就放心啦。啊，咁即系话，你亦都同意富留拿去斯卢罗国宏法咯噃？佛陀，我听到你咁样嘅解释，个心都开晒啦。而家我同意啦。咁就好啦，富留拿。你出嚟见下你母亲啦。哦，母亲，母亲，家姐，富留娜，沙羊，你去通知各位比丘集中喺广场，等大家同你两个道别啦。系，佛陀。各位尊者，请你哋集中广场，佛陀开示。哦，各位比丘，哦，佛陀，今日大家齐集，我宣布一个消息：富留拿同沙羊会到斯奴罗国宏法，佢哋会教人发菩提心，止恶行善。解脱生死，他们会将幸福和智慧带到斯奴罗国，大家应该学习他们，以他们做榜样。富留拿尊者，嗯，真系好猛风啊！你睇，吹到沙尘滚滚，咁得人惊都有嘅。日头都好似夜晚咁，天昏地暗。系，沙羊尊者，呢度风大啊，我哋不如翻入屋里边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富留拿尊者，嗯，我哋都嚟咗四日啦，乜嘢人都未见过，只系见过八国老伯啫嘛。沙羊尊者，我哋初嚟报道人地生疏，系冇咁方便噶啦。好在仲有八国老伯同我哋联络咋。咁啊系啊，八国老伯系一个仁慈嘅长者，佢对我哋都算关心。系啊，就系因为有咗佢。我才认识到这里的情况。嗯，你估巴国老伯会不会介绍我们认识本地人士呢？我想他会的。开门啦。来啦来啦。开门啦。来啦。巴国老伯。巴国老伯。两位尊者。嗱是这里住啦，真是委屈了你们。难屋一间。哎，千祈唔好咁讲啊！我哋骚扰你就真，有呢间屋住，我哋已经觉得好彩噶啦。八国老伯，我哋几时先至可以出去见下啲人咧？唔好迟啊！千祈唔好心急，慢慢嚟啦。哦，嗱，你哋食饭先啦。啊，老伯啊，嗯，等我哋自己出去化缘得啦，我哋唔敢接受你嘅供养。出去都唔好治咯，仲讲话去化缘添，慢慢先至算啦。嗯，老伯，系咪有咩麻烦啊？系啊，我哋斯卢罗国全国有一种风俗，就系唔欢迎外人噶。哦，原来系咁样嘅。哦，咩人呢？等我开门听。哎呀，你只嘢啊，鬼鬼祟祟，原来走嚟呢度做乜嘢啊？冇嘢啊！哦，仲有两个男人添。咦，着住啲咩衫啊？咁得意，咁特别，偏袒又坚嘅。施主，我哋系比丘，
比丘做咩噶？啊，老婆啊，佢哋系佛陀嘅弟子，系嚟传播佛法嘅。佢哋系好人嚟噶。八哥，你识佢哋？咁你都系坏人。好，等我报告俾长官知道，话你哋窝藏盗贼，连你都拉埋坐监。喂喂，唔好啊，老婆，唔好啊，等阵你就知。唔好做啊，老婆啊。哎呀，八哥老伯，咁而家点算呢？唉。你哋忍耐下啦，灾难就嚟到啦。啊，八哥老伯，我哋好唔好出去见下大家，同佢哋解释呢？千祈唔好出去啊！佢哋会用石头掟死你，用竹升大木棍打死你噶。乜佢哋完全唔讲道理嘅咩？系啊，冇道理讲噶，包括我老婆在内都唔讲道理嘅。哎呀，你嚟啦！哎呀，咁点算好咧？你哋低低，千祈唔好喐啊！吓，喂你去边啊？哎呀，做乜嘢开门啊？你唔好阻住我啦！唔好开门啦！我一定要出去。我唔能够喺呢度束手被擒，或者死于乱石之下。唔好啊！傅留娜尊者，你唔好出去啊！系佢啊！系呢两个人啊！佢哋嚟传邪教，打佢，杀佢！我老公包庇佢哋，拉佢！拉佢出嚟！你哋睇下，呢个人几惊，缩埋一嚿啊！拉佢出嚟！唔好打我，唔好打我，石头掟佢！大家听下我解释啦。你哋无谓掟我，你哋听我讲，我嚟呢度系冇恶意，只系帮忙大家嘅啫。哇，你都几定喎吓？俾石头掟到出晒血，你都唔怕，仲企喺度，一啲都唔惊喎！好嘢！我嚟呢度。是有心理准备，知道不会受欢迎的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为大家带来一个得到幸福智慧的讯息。我老师已经讲过给我知这里的情形是怎样，而我亦没有退心，没有后悔。你的老师是谁？是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。哦，是佛陀。佛教是和平的宗教，他的弟子我看都是和平的吧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是，所以我一直都容忍住，希望你们自己反省。我们斯奴罗哥一直以野蛮出名的，没有人敢到我们这里。啊，你居然有胆来到，还几咁勇敢添啊。好，我欣赏你。大家听住，先将呢两个人带翻出府邸，唔好难为佢哋，听下佢讲乜嘢，再作处置。各位比丘，刚才我向大家讲的是事实，是一个由斯奴罗国来的旅客讲的。傅留娜他们以不屈不挠、勇敢忠诚的精神，已经为当地人民树立了弘法的好模范。他们已经建筑了一间精舍，我预测他们会继续努力，将来会有更多的建设的。傅留娜真是弘法第一了。